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imon Leo。那今天在外面上看到的，是我今天要介绍一个东西，它叫做 GamePi 43的一个套件组。那这个套件组呢，主要是针对树莓派去设计的，哦，那就是让树莓派的主机板接上这个套件组以后，变成一个行动的一个掌上型游戏机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它的上一代。好，那这个是一家深圳的一家公司叫微学电子设计的，哦，那这一代呢，因为它的整个手感啊，跟它的一个按键的配置来讲，就是比较没有那么舒服，就可能就是那个感觉，玩家的感受比较没那么好。那 后期再出了这一台就，就效果就明显比较好一点。OK， 那我们先看到什么配件哦，这是它的一个电源的一个充电线。好，那它机器呢为什么需要充电线？因为它搭的是这个18650的充电锂电池，就是让你循环做使用的。好，那这个是大致上它来就已经先给你一个半成品了。你只需要安装主机板，然后把框稍微锁起来就可以了。那你可以看到主体的另外一面就是它的这个萤幕，还有它的按键跟配置。那你可以看到整体来讲手感会比较好，因为比较大一点。有没有看到？非常的大。OK， 那它这边会有一个它的底板，那我们待会就是要把它锁上去。那锁上去之前呢，我们要把这个这是需要自备的套件组，是没有附主机板的。这个树莓派的主机板，我们待会会需要把主机板的部分，然后这个是树莓派 3B 加的主板，好，我们需要把它安装上去，好，透过这个地方给它装上去，好，再把它锁起来。OK， 那它其他地方就是这样，两包螺丝，好，两包螺丝，还有一个这个是 TF 卡的一个转接卡，好，你一定要这个才能够接机卡，才可以秀出一些游戏跟它的画面的部分。OK， 然后这个是它的备用按钮，哦，颜色你可以自己去搭，有绿色跟紫色，啊，一个螺丝起子。OK， 所以套件组大概就是这样，非常简单。那我们待会就直接把它组装起来，看一下它组装后的效果是怎么样吧。Thank you.
好，那我们已经组装好了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外观，好，就是这样整个组装起来，就是一台大台的随身掌机，哦，那后面会有 RL 按键跟喇叭的输出孔，哦，那旁边这边就是树莓派 3B 加主机板的一些接口。OK， 好，那这边要特别注意的是，这个可能要上官网去下载它的这个镜像，好，镜像去做一个安装，好，那我们这边是都已经测试好的，好，那你一般如果没有测试好的话，按键是没有办法做控制的，好，这个可能玩家要注意一下。好，我把它打开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开机。好，那进来以后就可以看到它里面的数位派的一些游戏的一些选单哈。那我现在手边这个是 128G 的哈，容量比较多，所以它读取上来说可能会稍微花一点时间，然后会稍微花一点时间。好，先进一个游戏给各位看一下。OK， 好，先退出游戏。好，退出以后我就可以再选。好，按这边，可以直接做一些选择，模拟器的一个选择。好，那它主要的特性就是说，把树莓派的主机板直接融入在这个掌机上面去做运用。好，那其实这个部分大家如果有兴趣，可以去参考树莓派的一些介绍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个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安装过程，还有它执行起来的状况。好，那这个主机这个部分的话，它是 4.3 寸的屏幕哦，就是 4.3 寸的萤幕，然后用的是 IPS 的面板哦，比较起上一代来讲的话，面板的部分也做一个提升。OK， 然后它里面是锂电池的部分，可以续航的话大概是4到6个小时，哦，4到6个小时。那这个解析度的话是800×480哦，所以你有在做一些影像的调整的时候，可能要注意一下这个参数哦，不然会变成它会有点压缩掉，然后会被挤压掉。OK， 好，啊，这就是整个树莓派的显单都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，哦，正常执行都是没有问题的，哦，但是当然如果你在跑一些比较大型的游戏的话，画面就比较小一点，哦，这个可能玩家要注意，再给大家看一下，哦，它这边有亮度的调整，哦，亮度的调整，还有音量的控制也可以从这边，哦，那侧面的话这就是，哦，网路孔跟 USB，哦，那里面是有内建这个无线网路，哦，但是可能要注意一下，如果要无线网路的话，因为要输入密码可能需要做一个蓝牙的设定，哦，需要做一个蓝牙的设定。好，它开关在上面，哦，它这边是一个充电口，哦，还有一个外接喇叭的音源口，哦，啊，旁边这就是记忆卡的一个接口，哦，记忆卡的接口，哦，啊，跟上一代给大家做一个对比，哦，这个是新的一代，啊，这是上一代的，哦，也做一个对比，哦，长度来讲也比较高，哦，差不多，哦，但是萤幕的部分很明显就大了一截，哦，手感来说更不用说，你看它旁边这是镂空的，啊，这个是完全是封住的，哦，那旁边这边还有按钮可以按 ，RL 键可以按，啊 ，RL 键，操作一下 RL 键，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哦，我现在直接是控制这一颗，控制这一颗，好 ，OK， 好，那如果说对这个安装啊，还是说这个 Game Boy 43套件有什么问题，也可以留言，哦，那Leo如果大家知道的一些技巧，也可以分享给各位，哦，主要应该是镜像这部分会比较麻烦一点嘛。
好，这可能玩家要注意一下。好，那影片就到这里啦。